腾彪现在怎么不在？我估计他被带走了已经。真的？那你看推特呢？推特上也许会说。是吗？嗯。你看他这上面就是不在。喂？喂，听到吗？听到吗？现在，现在听见。听见了。现在听见江天勇的。 这个画面下面还有一个小麦克风，这个小麦克风，你把，我们关掉那个，关掉Skype。最好就明天下午，就是明天下午再抽个时间再做一下才测试。没问题，明天我们两点半左右，我们的两点半左右是你们的三点半、四点半，大概5点左右。5点啊，好好好。我们就是在那个后天要做的那个地方，我们明天把东西安装好再做一个测试。 那好好好，那明天下午5点钟啊，好的。对，5点。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跟那个达赖喇嘛的这种交流和对话啊，始终是在一个那个很强的一种阻隔之中。那么我在上推特以后啊，就从这个推特当中去琢磨。 那么这个事儿能不能够用推特这个东西来去做这个接触？但是这样的话，就是以前我个人跟达赖喇嘛见过几次，但是我知道每一次见面是多困难，就是那种各种安排啊，各种他的时间的紧张啊，然后那种翻译啊，这种耽误很多的时间啊，什么就等等，就是实际上见面就是好不容易安排一次，实际上也做不了多少交流。但是现在既然有了互联网。 互联网是可以打破所有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这个呢？那从达赖喇嘛本身来讲，他特别希望就是能让这个汉人、知识分子和普通的老百姓能够真正了解他自己的想法，到底是对独立什么态度，对于西藏未来是什么样的想法。那么从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就是汉人的这些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来讲。 对达赖喇嘛就是几乎是一无所知，当然也很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我就在2010年的5月份，这个在纽约跟达赖喇嘛做了一次见面和对话，但这次见面和对话跟过去的不同，就是我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去做的，而是事先我利用推特，在跟这个。 网上的这些推友去先说了这个想法，就是让大家能够共同提，他们想问达赖什么问题。那么正好这时候就又发现了有一个工具，就是 Google 的一个软件，就 Moderator 是个主持人软件。那么我们现在也用了这个软件，就是让中国的网友利用在这个软件上去提问题。这个提问题就是。 你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提，提完了以后呢，其他人就可以对这个问题去表态，是对这个问题是赞成、喜欢还是不太赞成，或者是反对。那这就形成了一种投票。这种投票呢，就会根据投票的多少，它有一个算法，就会把这个最受欢迎的问题排在最前面，就有一个排序，那么排下来。这样的话，实际上用了只要2-3天的时间，就提出了1000多个问题。 而且几万人上来投票，当然这个网站很快也被中国政府就给封闭了。就是即使它封闭了，那么我们也已经有了这么多的问题和这么多的投票，那么就在2010年的5月份的时候，我在纽约就跟达赖喇嘛见了一面，那么他就对这个问题一一做了回答，那么在他回答的过程当中，一边翻译，这个录入员就把他直接打在我的这个。 推特上面，那么我的推特被发布了以后，我的推特当时有7-8千人跟吧，那么我又请了几个这个推上的
最前排前最前的，你比如像冉云飞啊，像连岳啊，或者像什么这个北风啊什么，就这好几个人，对，他们就同时在转发，就我的发出去他们在转发，这样的扩散面一下子就估计就是十来万人就可能就知道，这十来万人又通过微博啊，通过什么一下子又扩散出去，那当时的那个扩散效应是非常大的，产生的影响也很大，所以这就是使得在以往达赖喇嘛和国内的这个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始终不能沟通的这个局面呢，就有了一次比较突破性的一次这个交流，实现了一个突破。那么后面我们就在想这种形式能不能再继续下去，从达赖喇嘛那边也觉得这个方式非常不错，以他自己也提议了，是不是以后我们再搞这样的方式的活动。那么当然我们还是幸好还是有网络，而现在网络是个多媒体的，有具有多媒体的功能的，那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够用视频的方式做视频会议，来和让国内的知识分子就不再受限制了，不像以往那样，像出境要受很多限制，办护照，然后办签证，然后在中间被发现了还要被截留，就像江天勇他们曾经组织了一次，想请几位律师一块到印度去，然后到达赖喇嘛去见达赖喇嘛去交流，但是在这个出发之前全部被那个当局给控制住不让出境。那么这些要想把这些问题这些障碍都克服掉，实际上我们不必要用别的，就是用网络做就可以。反正这个就是我是这么想啊，这个事情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因为从我跟那个达赖喇嘛的那个中文秘书长，就专门他做他的中文的方面的工作的，就是现在今天跟我们一块来这个调试的这个才家，他就说，当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这是达赖喇嘛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通过真正的就是亲临现场，在网络上来和人来和这个进行这种交流的。那么现在第一次的这种达赖喇嘛的这种视频会面呢，就是我推荐由这个藤彪和江天勇来参与这个事情，因为毕竟不能再像以往一样总是我来去做这个中间人，一个是我这种方式代表性也不够，那么再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一旦我被控制住了，那是不是这个问题这种交流就不能够再发展下去了呢？所以一定要打破这样的局面，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人参与，有更有代表性更扩大，然后去中心化，让每一个新参与的人都可以成为在下一步继续去对话的这种推动者。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的话，那我想就是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在以往的这种交流被阻隔的情况下实现的一个突破。当然我们现在就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会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那么这种发展会走到哪一步，现在都难以预料，就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一步一步往下走就是。天勇，听得到吗？天勇，哎，那个就是那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他认为啊，西藏的政治问题，再稍微晚一点解决还是能等的。但是那个山河的破坏、生态的危机、冰川的消失，这些事一旦成为现实了，那个是在不可逆的，很难挽回了嘛。所以但是这也是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考虑的话，那确实也是是对他的一个就是形成一个战略上的调整啊，从哪个角度，在他要让这个政治上的这个藏人的目标可以退后，去让位给于这个生态上的问题，好吗？对，
行，好吧，那行，这个问题那我就把一个文件要传给你，就是把所有的问题，就是藤彪已经提了一个问题，然后你提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那网民的六个问题，我也都列在上面了。那个就是那行，你用一个文档给我吧。对，用文档给你。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就是咱们三个人啊，有可能哪个人会出问题，比如说是啊，因为前两天那个国宝突然会打电话，好久没跟我联络，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这两天要见一见，要谈一谈，我就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这么做，是不是知道这个事儿啊？其实有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谈，或者是来具体的来限制什么，他在那天给你停了电呢什么的，你就可能就上不了了。对，就是，这两天片警跟我打电话要跟我谈，也要跟你谈是吧？对，所以我就说，就是咱们把那个，我把这个文档啊，一个完整的文档分过去以后呢，就是不论咱们三个人哪个人，只要哪个人能在上面，就把这个问题对话给继续下去，除非是好嘞，除非是我们三个都上不去了，那就没办法了，只有再找机会了，好不好？行啊，好嘞，行，那我现在一会儿就给你传过去啊。好嘞，好，行，好的，那就这样啊。他自己讲的比较周密。喂，藤彪，我给你发文件啊。就是咱们无论是谁，如果那个其他人上不去，只有一个人上的话，那就独立的完成这个对话。除非是咱们都上不了，那就没办法了，就得下次再找机会了。你看看有什么问题，然后咱们再商量啊。我现在跟那个印度那边联系一下，看看怎么回事儿。都已经跟原来约的晚了快一个小时了，是不是他们昨天把时间给算错了？喂，他家。哎，我先给你发一个文件，你马上收一下好吗？好。这个文件就是我先大概起草了一个关于这次对话的一个小的稿子，然后第二页是关于藤彪和江天勇的个人的简介，第三页就是这次对话我们这边所提的问题，前两个问题是藤彪和江天勇各自提了一个自己的问题啊。后面是六个是这边的网民提的六个问题，就是我们三个只要有一个人能上，那就独立的完成这个对话，如果要是我们三个都能上的话，那当然最好了，就是按照我们原来的方式去做这个对话好吗？是，那我先呼那个藤彪。好的，让他进来。好，现在看到我吗？看到我了啊，那就好了。那现在就是好了，我的声音你听得见吗？听得见。现在他其他的人呢？我在听听那个天勇，听得到吗？我能听见你的声音。藤彪。啊，能听见，很清楚。才佳能听到吧？才佳。才佳。才佳这边听得见。啊，几个米。呀，我来学这些嘞。这些嘞，几个米 ？OK。那我们呢？明天3点开始好，这样好不好？好的。那就明天我们再试。啊、那明天见了、啊，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新年好，好再见，拜拜。拜拜。天游，拜拜。几个米，拜拜。
杨彪，那个江天勇现在电话也打不进去，说关机。我问看有没有别的号。好的。我空他的电话。李兄啊，哎，那个江天勇还没有进来吧？对不对？那个滕彪在跟他联络呢。如果他不能来怎么办？他不能来，我就代替他了，问问题。滕彪怎么样？滕彪。我那个我看看那个有人能联系他家人，我那个让他联系一下，然后联系完了他让他马上再那什么再告诉我。好的。一会儿是三点半那个开始是吧？对，三点半。看现在还有20多分钟。江天勇的画面出来了，天勇能听到吗？天勇。好，我能听到你的。江勇 can you hear me? Hey, can you hear me? 喂，我听见了。天勇，你能看到我吗？我能听到，但是你的声音感觉有点远。是吗？咱俩离得最近呢，可是。哟，达赖喇嘛。扎西迪勒，罗桑扎西迪勒达赖喇嘛。扎西迪勒，扎西迪勒。哇，尊者你好。达赖喇嘛你好，尊者你好。你好。达赖喇嘛，罗桑扎西迪勒，见到你非常的高兴。虽然我们相隔几千公里，但是就借用一句中国的古话，叫做有了互联网，天涯若比邻。向您介绍一下今天参与对话的两位朋友，一位是滕彪律师，在他的屏幕下写着，另一位是江天勇律师。滕彪律师在深圳，江天勇律师在北京，他们都是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在2008年的拉萨事件之后呢，他们就是中国律师联合发表了一个我们愿意为藏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公开信。这两位律师都是这封信的发起者和签署者，并且承接了为藏人做辩护的案件，因此被中国当局吊销了律师的执照。现在他们仍然在继续帮助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藏人。江天勇请，请滕彪请。请滕彪讲几句话。行。好。尊敬的达赖喇嘛，非常高兴，能有一个机会跟您在一起交流。我感谢您长期以来对藏汉民族和平、对人类心灵成长所做的卓越贡献。那么在新年到来之际，我祝您健康长寿，也希望藏汉的和平和民主进程在新的一年有真正的进步。江天勇，您可以讲句。尊敬的大喇嘛，你好，新年好，很高兴我们再次见面。这个首先祝你健康长寿，再一个我也感谢你在中国面临现在这种局面情况下，你所一直倡导的这种和平的精神，希望这种精神能够引导中国民众最终能走向和平幸福。我对你的这种精神，对你本人表示由衷的敬意。哎呀，Yeah, that's it. 俺都苏古白卡了，但他人我修这个，开区就带的要了的，一年几个月当堂脱下去的，哎，你给写一些脱下去，但第一个都突然就这些人哪里约了，但大下午下来下。今天虽然我们的这个身体在很遥远的地方，但是呢，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声音，透过这种画面，我们能够这么亲近的这么近的能够讲话。这说明是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优点。但我是读给写的科度里啊，然后就说是留个什么的卡通的，哎，你插上了下去啊。如果我们今天在
这个相互看到这个我们的画面以外，能够闻到我们各自的这个味道的话，那就基本上是可以说在可以在一起了。那这里这样子啊，那刚是前面南极，在这里头部南极也吧，因为那就恰上就通通的，就普遍人都上路沟通的，这样子地理，那这里都是这些各个情况的，啊，还想搞笑。今天我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跟你们，也就是在中国大陆里面的代表有智慧有愿见的知识分子的你们几位，能够跟你们这么长谈的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内心当中真感到非常的高兴。啊，准备准备给，那有我等等努力，哎，那个啥子，我呢几个几个，他去的不打的钱，哎，几个是动通。아니계속과속도마세비아니지금지금怎么卡出来지금但得用不着上天给。我相信这个这个局势会变化，也就是说会越来越向好的方面变化。我也相信未来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能够在一起，双方我们握着手，对方的这种感觉我们也可以亲自可以体会。嗯，啊，안다라나데감사신문의원대비길을도곡하신토비인지지망치했다낭배출신해주셔낭배출도나시다용했지이제고도지능의첨지체엔최고관련대시도대시아우쇼쇼我刚刚在跟你们见面之前呢，我刚好见了一批来自大陆的这个华人同胞，那这些呢大部分是佛教徒，我首先呢对他们做个这个问候，然后呢做了一些这个宗教上的一些佛教的一些教义的一个介绍，他们非常的觉得高兴。呀，啊，这样子跟哪路可能是谁吧，跟哪是的。好，那下面你们可以就提问了，我们就开始。好的，达赖喇嘛，在那个2010年中国网民与您的这个对话当中，中国网民共向您提出了337个问题，您分两次回答了18个问题。这次对话先由滕彪律师和江天勇律师每人各提一个自己的问题，然后由他们从您尚未回答的319个问题当中，每人选择3个替中国网友向您提问。那下面就先请滕彪先提他自己的问题。당부퉁벽을좋아했던게있습니다퉁벽진원好，达赖喇嘛尊者，我认为汉藏民族之间，汉藏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对于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是非常重要的。您是否愿意促进，如何促进这种交流和理解？在您看来，阻碍这种交流和理解的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天津人那是没出口呢，那样的，哪两个人下山呢？就交流脱不脱呀？在这个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发生之前呢，我就开始觉得这个跟华人同胞的这种接触跟交流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在这个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一样的，我也呼吁这个在美国、加拿大以及在欧洲的这些藏人，希望他们跟汉族同胞，也就是跟华人的交流要加强。但是呢，因为在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发生之前呢，我们的努力呢，其实没有获得很大的成果。在这个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呢，陆陆续续有不少的这个华人的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跟藏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了。特别是在2008年的这个西藏的事件发生之后呢，在汉人当中出现很多这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主动的跟藏人接触。可以这样说，在过去的2-3年里，我跟这个华人的接触是非常频繁的。我可以这样说，在不同的国家，我在不同的国家见到的这些华人的知识分子、学生跟这些学者、专家，基本上超过300多人。
这种交流呢，我觉得这种交流的帮助是非常大。那是他屋头的可多呀，到哪我在那个里面，哎，怕感谢，说感谢你，感谢一些，地气甚至三五的差异在那，哎，找不差主意。虽然有时候我们当初见面的时候，有的表情不是那么的和睦了，但是经过透过这个对话，透过这个交流，以后呢，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好，这次交流有助于解决很重要的问题。但对对对，江总讲说，速度作为嘛的，对，因为他听这个样子，直接给他那些的，但我是给他说的，怎么怎么，但对对对，谈到下去。一样的，比如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办法亲自在一起，但是我们透过这个网络，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也可以透过这个语言来交流我们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种效果，这种的意义很大。嗯，那一年各位样子到子，十二不到子，十三不到，结果还是这个对吧？大家都感觉一样了。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些障碍，就是因为有障碍呢，所以要有带一些恐惧啊，或者是有时候要注意啊，这个是还是需要的。但给他感谢些的，哎，这说不出的，提前说不出的事情，那其实那是啊，你是不是这不是现在？最的，我跟那个华人的朋友。每当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我提一个观点，就是说在中国内这个制度的透明化和决策机制的透明化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本来的就像西藏党在前是没呢，那都刚刚在那里写出来的。像西藏的问题，如果中国的这个机制是透明化的话，我想西藏问题的解决应该是非常的容易。那就你们这个讨论这个要的嘛都俺自己让给先旁边找你的协调嘛。我们寻找的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机会。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藏人要怎么样，而汉人要怎么样，从来没有说是藏人要胜利，汉人要失败，不是这么一个道理，是双方都双赢的一个道路。好，屯彪，这个问题回答完了。下面请江天勇，江天勇提问他的问题。好的，达赖喇嘛你好，我想问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维基解密最新公开的美国外交电文，说到您曾对美国驻印度大使表示，冰川融化、森林消失以及采矿导致水源污染。这些问题不能再等了，但是在政治问题上，藏人可以再等5到10年。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如果属实，是否意味着您在战略上有所调整？具体是怎么考虑的？谢谢。嗯，美国人是俺那个留学的嘞，俺是乌梅朗斯的啊的，你家老了，碰到也这个机遇。你这个上当这个的，这就何解没？所以我所谓的这个提出来的事实呢，其实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我平常的这个讲的就是说中间道路，因为中间道路它是一个双赢的一个精神，那这个道路呢，我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的一个焦虑就是说，这个环境的这种破坏，如果当这种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以后，我们要回复这个。去改变这个破坏的现状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哎，这个苦有了解决下来呢，藏族、蒙古籍，但埃县也是个哈拉米，埃县养着了，吃不死那吃不的，但对，还能用的，但没，哎，可是我这个啥呀，小蒙古，搞得没势力啊，但破，可是有这个偏远多的吃多啊。特别是西藏的这种环境的破坏，它不仅仅是对西藏。像西藏的很多这个江河，它都是流入到亚洲的很多国家。那如果对西藏的高原的生态遭到了大的破坏的话，它对这个几十亿的亚洲的人民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害。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担心跟焦虑的一点。好的，那下面就请那个藤彪。来提问这个网友
叫做 Lotus Seed 杨提出的问题。好，这个网友的问题是，达赖喇嘛，请问您怎样看待阿佩阿旺健美这个人？他曾经是你派去与中共商谈的代表，并签署了17条协议，虽然没有得到你的授权，但你事后也予以承认。阿佩阿旺健美此后却似乎一直站在你的对立面，成了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的代言人。啊，那不就他们狂呢？那个我心里，这当的军人的罪，但阿佩是不是没尝过？啊，关于这个阿佩，这个阿旺精美这个事情呢，其实在1950年之前呢，我就认识他，也比较熟悉。在了解阿佩的这当时的西藏的这些官员当中啊，认为阿佩是一个非常公正的、诚恳的一个官员。那我个人也认为他是有一个。有改革心的，一个很努力的一个官员，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时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人。那关于十七条协议的这个签订的这个部分呢、啊，他从这个北京回来，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说，这个十七条协议他不得不签，因为如果不签这个十七条协议的话，中共会武力解放西藏，所以我们用和平。方式让他们所谓的解放的话，武力是要好得多，他也这样讲。然后他也特别提到说，当时在十七条协议的这个签账的方面，这个签名的这个盖章的这个方面呢，虽然他们有带了这个当时的西藏政府的观音啊，但是呢，他们没有说，他们说没有带这个真实的官方的观音。他们是有了一个新，制造了一个新的，用了这个。他当时就跟我讲，这样做是留了一个余地，未来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有这个余地，所以他这样讲。从这呢，可以说明阿佩虽然他在中共的这种武力的这种恐吓之下呢，他有做了一些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之类的事呢。但是他内心当中对西藏民族的这种热忱呢是非常了解的。另外一点呢，在1979年呢，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呢他提出了这个很伟大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希望让流亡的藏人回来看。那当时呢，我带了派了一批的代表，那第一批代表去的时候，他们跟阿佩见面。当时阿佩亲口跟他们讲，你们要知道，在历史上西藏政府从来没有跟中国的这些王朝，也就是上这个元明清这些王朝呢，从来没有上过水。这说明了一个事实，你们要知道这一点。从这个讲话当中呢，我们也看得到阿佩他这种内心当中对这个民族的这种热爱跟这种热心。另外第三点呢，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在1989年在拉萨召开的这个西藏人民代表大会上，阿佩做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呢，他特别的强调说，现在有很多文件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文章提到说，14世达赖喇嘛他的坐创的典礼是由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主持的。那当时阿佩就讲，他在南京也看了很多，查了很多官方的当时的文件。那阿佩就是很清楚的讲，当时的达赖喇嘛的坐创呢，是按照西藏的宗教的仪式，按照西藏当地政府的过去的这种惯例来进行了坐创的这个典礼。那这个典礼跟仪式从来没有所谓的主持，那西藏的这种典礼也不需要主持。所以阿佩很清楚的这样讲。当然当时的坐创，那个时候我很小，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坐创的时候有很多代表，其中有英国的代表、中国的代表，就是国民党的代表、尼泊尔的代表，还有不丹的代表，他们都在，我也记得清楚。所以阿佩的这个讲话呢，
他做了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这个根针，也就是说中国的这种降法是错误的，错误的。所以呢，我觉得阿婆他在努力，他在公正的做一些努力是一定的。所以呢，在阿婆这个去世的时候呢，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悼念会。当然有的人批评说为什么要悼念阿婆，但是呢，因为阿婆过去在这种中共的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在恐惧之下，他可能有时候不得不讲一些违背他良心的话。但是呢，我个人完全的这个相信阿婆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想法。所以呢，在他去世的时候，我也衷心的祈祷他。好的，那下面请江天勇来为石家庄网友克莱姆冰蟹提的问题。这个网名都是这位石家庄的网友，他的问题是：尊者，是否您对一些流亡藏人的行为也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的发生，又如何打算？谢谢。平民战士中文我拿出来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流亡的藏人呢，我们可以说大概有15万左右。在这15万的流亡藏人当中，我可以敢肯定的讲，就是99%的藏人，他们对西藏的这种诚心是疑心疑义的。当然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声音。因为我们已经实施了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制度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在这种自由的空间里面呢，不同的程度是应该有的，而且我们也要尊重这种不同的声音。这样的当然的许多说话都差钱了，让人过于是满足我们老师在的或者根据这样的比如举一个例子，像这个流亡社会里面的西藏青年会，西藏青年会的他们的立场很清楚，他们是寻求西藏的完全的独立。所以呢，持这种态度的这些年轻人对我的中间道路，他们也持批评的态度。有时候我也会见他们，在有一次见他们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跟他们讲，这个中共中央可能希望我抓住你们，就是把你们关起来希望你们这个改变你们的态度。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我已经允诺实施民主的制度。在这个民主的制度当中，不同的这个意见，各种的这种思想是应该存在的，所以这个我没有办法。那下面就请滕彪来带上海的网友，他的网名是超超超，提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非暴力与不合作的抗争在对付中共的过程中是否有效？如果您认为有效的话，藏人又从非暴力与不合作中获得了哪些实际的收获？你拍拍做的挖的些这个月按照外面弄给吃完没吧，他就知道吃完没吧，马上的下面外面弄给。我一再呼吁西藏人这个我的这个中间道路的精神。那中间道路精神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中心呢，就是实施非暴力的这个抗争。那当然这种精神跟中共这个官方的这种谈判当中似乎觉得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具体的这个效果。但是呢，我们在华人的这个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少数的民众，也就是了解我们的这个状况的民众当中，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支持。所以呢，我个人觉得我们的非暴力的这种中间道路的非暴力的精神呢，能够得到知识分子跟学生这个以及了解情况的中国民众的支持呢，是因为我们实施的这个道路是中间道路，而中间道路的精神是一个非暴力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精神跟这种想法跟中国的广大的人民进一步的扩大交流，那我相信一定会得到更多的中国人的支持。我记得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
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我到哈佛大学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学者，有不少人跟他们见面。当时我把我的中间道路的这个精神给他们做了很详细的介绍。那介绍之后呢，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如果中国人民能够很清楚地了解达赖喇嘛您的这个非暴力的中间道路的精神的话，应该100%中国人都会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得出来的非暴力这个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嗯，是下一个。好的，那下面就请江天勇替这个推特的推友，他的名推名叫格纳吉，提他的问题。这位推友他的问题是：达赖尊者，请你解释为什么活佛转世制度有可以改革的余地，我对改革仪式会否偏离世尊教诲存有疑虑。啊，俺俺唐古的，那个彻底听的，俺那根据根据的，到时候老老实实俺那边得去。首先呢，我对这个提这个问题的这个网友啊，就是呼吁他。首先在提问题之前呢，希望他能够读一读这个大藏经的内容。当然的，讲完了呀，南面饮食民族其他是鲁肃的重要嘛的。当然先给啊台湾的巴马的这个加拿大的，就他刚才这个南边路个蒙古籍的南面饮食民族其他的民族吧。有关这个转世制度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我们看这个佛教是从印度这个申请过来的，但是在印度呢没有这种这个转世的制度。其他的像佛教的国家在泰国、在缅甸、斯里兰卡跟等很多这些佛教国家都没有这种转世的制度。虽然有一些说他是一个具格的，他可能是谁的这个他的前世是谁，可能有这种说法，但是没有像西藏这样的是制度的一个产生。那西藏的这个转世制度呢，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因为小孩他非常的聪明，而且他能够记得很清楚的记得他的前世。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因为佛教的一些为了深信佛教的这个教义出现了这个转世制度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之后呢慢慢这种转世制度也变成了一个社会的一种阶层的这个分化。所以这个是后来因为在社会当中越来越这个变成这个社会化了。就是说从喇嘛跟这个转世的灵统，我们可以这样分，是喇嘛不是转世，是转世不是喇嘛，也是喇嘛也是转世的，这么可以区分。这里所谓的喇嘛就是说上师，也就是说透过这个学习佛法，透过这个文思修，透过修行达到这个一定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境界的，这个可以说是喇嘛。那一般的转世的灵童，他虽然他没有学习没有修行呢，但是因为他是前世的转世，所以他一生来他的社会地位就很高。他既没有这个喇嘛的这种修行的功德，有时候他还败坏这种社会的风气。所以呢，我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提出了一些想法，我说我们应该控制这种转世的这种制度的这种泛滥化啊。所以呢，我们需要的就是要有具格的。如果没有具格的这种法师呢，我们不需要去找这个转世。所以我在这个很多这个有关这个转世的讲法呢，我是为了佛法的心生，为了佛法。那当然我个人的这个转世的部分呢，我曾经我们在流亡的社会实施民主以后，在2001年的时候，流亡的藏人可以自己选这个投票选举这个流亡的行政首长，从2001年就开始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可以很自豪的讲，就是达赖喇嘛400多年的这个政教的领袖，
以及达赖喇嘛的这种领导西藏的政教的这个这个制度呢，可以说是走入了历史，也就是结束了，就是我觉得我是很自豪的。那当然在1969年的时候，早在1969年我就非常公开的讲，未来达赖喇嘛的这种体制以及达赖喇嘛的体系需不需要延续呢，应该要问西藏的人民以及信仰佛教的这些藏传佛教的这些人民。未来如果这个不必人们选择不必要达赖喇嘛的转世，那也不一定要再来。那如果人民需要，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选择？我提出来的这些想法呢，其实是符合师尊释迦牟尼这个的一个他的精神，我个人觉得是符合他的精神的。那好，下面请滕彪替推友舒心来提问题。问题是，现在中国有很多人对您有很深的愤怒乃至仇恨，请问您对这些人说些什么？这个很高级的，高级的那些多，当然了，对人甚至是多。那这里俺的，你的感情的兄弟，你老乡是很成都。哦，那你俺对人我哪个要的是给你写的？中共的这种宣传跟这个。一些文章里面说达赖喇嘛是魔鬼，那我跟一些朋友见面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跟他们讲，这个中共说我达赖喇嘛是魔鬼，所以呢，我头上有这个有角，所以是魔鬼。所以呢，我觉得这些有很多这个华人朋友对我有这个愤怒或者是憎恨啊，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他们是因为透过他们得到的这个讯息，只有这个一个讯息，也就是中共宣传的这个讯息，所以呢，他们对事实的状况不了解，所以产生这种愤怒，应该是情有可原的。那可以举个例子，在这个奥运啊，这个中国举办奥运，北京奥运这个火炬传递的时候呢，当时呢，我也公开的有呼吁，说，这个奥运的举办是13亿中国人民的一个愿望，所以大家不能干扰，所以做了这么一个公开的呼吁。但是中共的批判里面一直在讲达赖喇嘛在干扰这个奥运的火炬，或者是干扰奥运的这个奥运会在中国举办。其实奥运会在中国举办的这个部分呢，当时这个我曾经也讲过，这个奥运的这个主办权的这个还没有决定之前呢，我记得很清楚，我在美国的华府，在华盛顿，当时有记者问，即将要这个开始这个争办这个奥运，这个奥运这个主办权了，您觉得哪一个国家最适合？当时我就讲，中国是一个这个中国人民是一个有文化的一个勤劳的这个民族，中国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国以后有这个主办权，我当然有这样讲。但是呢，中国政府还是一再的批评我说干扰破坏奥运，所以呢，我们对这种态度的人，我是非常理解的。当然在另一个方面也有很多中国人，包括很多外国人，对我也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的欢迎我到很多国家去跟他们见面了。所以这个我对这个刚刚的问题提问题的这个想法呢，我是理解的。但是我希望呢，提问题的人以及这些有这种态度的人呢，希望他们对事实的状况做一些深入的了解，这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路路的土地上人家写这个啊，让路面拿了没你敢老陪去小伙的，按照你敢老陪去小伙的这个写的。所以我在跟华人的学生，也中国的留学生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我呼吁他们，就是说你们已经到了这个自由的国家，你们一定要用两眼睛来看，用两个耳朵来听，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呼吁过。下面请江天勇问替这个湖南推友叫 Gans Walter 问最后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
我们知道，在上一次达赖喇嘛转世中，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参与了认定和坐床仪式。那么尊者，您认同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吗？你认为台湾政府可以在活佛转世制度中再次发挥相应的作用吗？但是等于哪个问题也是其实那个三点是关于这个问题啊，我其实在刚刚回答这个有关这个阿撇的这个问题里面呢、啊、其实做了很详细的这个解释。关于这个台湾呢、啊、我对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立场，我曾经去台湾的时候我就讲过，我是支持一个中国的这个立场。未来当然未来的这个统一应该由这个海峡两岸的人民自己决定，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台湾先有的这个民主自由跟法治的这么一个制度应该要保存，应该要国际社会应该要保护台湾的这个这个民主自由跟法治的这么一个成果。好，谈话结束了。好的，尊敬的达赖喇嘛，我们之间不仅隔着地理的千山万水，还被权力设置的重重障碍所分隔。这种网络视频的交流虽然看着互相看着不像同处一时那么清晰，但是就像您说的，如果能够闻到一些气味就好，而我们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到跟你真实的进行了接触。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一种交流能够打破封锁，而且不需要跨国旅行的成本。如果您觉得这种方式是可行的，我相信未来很多中国的国内人士都乐于利用这样的方式与您继续交流。谢谢。非常的好。我也可以这样讲，如果你们在这种环境里面如果没有任何障碍的话，我当然非常的希望未来的这个日子当中，我们透过这种现有的这种交流的方式，更进一步的和更多的这个汉人的知识分子跟他们交流。那我经常在讲汉藏大团结，那这种大团结要来自于它的根本基础是什么呢？基础就是我们相互的一种交流，相互的谈话，这是产生这种信赖的一个基础。一个互信以后才能够产生团结，那没有互信的话就不可能团结。那互信的这个基础呢，就是交流谈话跟互信的了解，这样在了解谈话之后信赖，然后再能到我们这个团结的一个目标。你们能够看得见我的这个滑向吗？很清晰的看得见吗？很清晰，应该是清晰的，能看得见，但是有点模糊啊。对不对？你的眉毛不高，还是有秃秃的。那你们能不能看到我的眉毛里面有白色的那个眉毛？你们看得见吗？能看得见。好的，谢谢。是非属于你，杨姐们也说是。谢谢。原来的这个想法是，那是作为一个开头，然后应该有不断的一个后续，能够把它接起来，让它变成一个连续的一个互动。原来我的设想是，第一次由滕彪和江天勇，两个维权律师先跟达赖喇嘛见面，然后后面逐渐扩大到一些知识分子的群体，比如说我当时也想过像艾薇薇啊、崔卫平啊、徐有余啊这些人，我都准备去跟他们联系，那么他们我想也会很有兴趣
和达赖喇嘛进行这样的互动和对话。哎，达赖喇嘛那方面呢，对那一次的对话也非常的高兴，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而且是很适合达赖喇嘛。因为原来的那个推特对话呢，对达赖喇嘛来讲就比较抽象，他自己不能上去打字，也不能去操作电脑，而且见不到人，所以对他来讲觉得没有那种好像很现场的那种激发感。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视频对话，他觉得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式，能够和中国境内的汉人知识分子进行讨论交流和对话，也许他认为这就能够打开一个这个促成民间的交流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本来我们做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开端，可是马上面临的就是这个所谓这个茉莉花中东的这个变革，而这个变革来临之际，在中国这方面就引起当局的一个非常的紧张，甚至到了一个神经质的这样一个地步。当时大肆抓捕，在北京抓了据说有上千人，那么像滕彪、江天勇都是在那一次的抓捕当中被关起来，而且是长达几十天杳无音信，并且在被关押期间受到酷刑折磨。那么随之像艾薇薇也被这个抓捕关了80多天，那么还有像当时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知识分子、维权律师也都被抓捕，而且在抓捕当中呢受到了比较残酷的对待。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这个事情就只好中断，不能够再接续下去。从那个像滕彪和江天勇他们出来以后，他们讲在里面的情况，就是有关部门对那一次的这个和达赖喇嘛的直接视频对话是非常的忌讳，对这个事情就感到非常的这个，就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眼中钉一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也是会力图阻止。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考虑，为了这个当事人的安全，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就暂时放下了。当然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希望能够做的，因为找到摸索出这样的一个形式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尝试和努力，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现在究竟能不能够延续下去，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很没有把握。从我个人角度来讲，不知道能不能做下去，因为当局现在对藏人和汉人的这个民间交流实际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要割断它的这样的一种态度。这你就从这个2012年以来的这个自焚运动你就能看得到。在其他方面，虽然说是网络整体上是被控制的，但是在其他一些方面，你多少还会感到有这种可能，有一定的空间。比如说像拆迁自焚的这个事情，在微博上也好，在国内的这些网络上也好，汉人在面对强拆的问题进行了自焚，那么他就能够有空间在网络上兴起这样的一个关注的热潮，变成一个议论的热点，甚至能够影响到当局或者地方政府的一些决策和处理方法。但是藏人这么多人的自焚，迄今为止境内已经有97人自焚，但是当局在网络上全面的封杀。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够把这么敏感的一个活动，就和达赖喇嘛直接见面，并且把和达赖喇嘛的见面直接扩散出去，所以我觉得是有可能非常的困难。今年以来的这个不断的这个自焚使得形势越发紧张，
我在2010年和达赖喇嘛做 Twitter 的对话，在2011年做这个视频的对话，还都没有遭到太强、太有力的这样的封杀和打击，还能够做得下去，但是现在基本上不敢想象。这次应该是一个试验，说实话，实际上就是找到一种方法，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有一次就会取得多大的效果，但是我一直是在想法能够找到一种双方能够沟通交流和互动，能够产生互相的理解，能够共同的去探讨未来，能够去展望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如果这种方式能够把它摸索出来，而且能够让它延续下去的话，那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因为在我的设想来讲，最终我希望完成的不仅仅是像我们这次和达赖喇嘛的这种对话，因为和达赖喇嘛的对话仅仅是中国的民间的和藏人高层的一个对话，这个是不够的。我的希望是将来能够找到一个中国的民间、汉人的民间和藏人的民间进行这种充分和广泛的这种交流的这种方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再往前走，只是说走的这一步遇到了这个强大的这种专制的这种打压，面对这样的封杀，再加上从2011年以来藏人不断发生的这个自焚运动，使得双方的这种抗拒越来越激烈，双方的隔阂也越来越大，实际上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一个局面。就将来藏汉民族究竟走到哪一步，其实现在是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每一个自焚者都在给藏人的心里头划下一道伤痕。那么将来我们这两个民族之间的这种裂痕能不能够愈合，实际上真的是需要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去做的话，那将来会是怎么样，现在还是很难想的，很令人担心。就我对藏人自焚的遗言所做的分析里边能够看得到，就是在所有这个藏人自焚在遗言当中所表达的他们自焚的动机里面，应该看到人数最多的、占的比重最大的，就是要把自焚当作一种行动，就是他们不能再空等了，不能再抱着一种虚幻的希望认为有别的力量可以来为他们解决他们所面对的目前这样的处境。当年很长的时间，其实境内的藏人一直是在等待的，一个等待境外的流亡政府能为他们解决什么问题，或者等待达赖喇嘛他们会把这些所有问题都可以摆平，或者是等待中国政府改革开放变得更加人性总而言之就是不断地产生了一些新的希望所谓按照 藏人的谚语，就是藏人希望多，或者是更深的一层的说法，就叫藏人毁于希望，就是他不停的希望，但是又不停的失望。2008年，他们在面对着前面一直在等待的、一直在期望的所谓中藏会谈，也就是达赖喇嘛的代表、达赖喇嘛的特使来和中国政府方面的代表进行会谈。这种会谈实际上从一开始我认为就是中国政府对于北京奥运会的一个国际公关设计，就是要防止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国际社会用西藏问题作为筹码来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杯葛或者是
制裁，而他们所做的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成功的。那么达赖喇嘛方面也会看，后来也会看到这一点，就是一开始他们是很高兴的，就很期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会谈获得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召开在即了，这时候你要去看整个6年谈下来的结果，实际上是一无所有，完全都是做表面文章。那么达赖喇嘛在2008年的3月10号的例行讲话，因为那是1959年的西藏抗议运动的这个一个周年纪念日，每年的3月10号达赖喇嘛都要做一个例行讲话。那么达赖喇嘛在那一次就2008年的3月10号讲话当中，就明确的说了，就虽然进行了6年的会谈，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压迫还在继续的加剧。那么达赖喇嘛的这个宣布立刻传到了藏区，这个藏区的民众就是一直在等待，抱着幻想，抱着期望，消磨着耐心，但是达赖喇嘛的这样的宣布无疑是给他们一个当头的棒喝。这种棒喝就是说等待是没有希望的，只有靠自己来起来。所以那个时候第一个起来的就是一些色拉寺的僧人，他们是在网络上看到了这个达赖喇嘛的这种表示以后，这个当即就说我们自己要起来，他们是第一个走上街头的。那么随即就是揭开了这个2008年的西藏区抗议运动的这个序幕。那么从那以后，实际上你就会看到整个藏区的这种抗议，这种运动，包括前仆后继的这些僧人、尼姑和牧人、农民，他们到街上去撒传单、去喊口号，那么这些都是在延续着这个就是这一条路径，就是要自己起来来争取西藏问题的解决，或者至少是去推动它，或者是去至少是要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遭受了非常强大的镇压，这种镇压是这个非常有效的，他把那个任何有组织的那种抗议全部都给瓦解掉、消灭掉，人大批的人被抓啊，军警密布，整个藏区就像被占领的战场一样。那么这个时候那种大规模有组织的，或者是哪怕是这种乌合之众的聚合都没有可能了，那只有变成一些个人起来的这种反抗和表达。但这种表达和反抗是非常效果微乎其微的，甚至是毫无痕迹的也确实发生过一些藏区的一些个人一些僧侣、一些农民，他们可以自己到县城、到街上站出来挺身一呼，然后撒出传单喊出一些口号，但是立刻就被抓走，从此就人间蒸发。所以这样的一种东西就会让他们看到没有作用。那么既然是只能个人行动，而个人行动的那种常规化的那种抗议方式又没有任何的作用，也留不下任何痕迹，那么就使得他们要把这种个人的抗议激烈化。这也是一个抗议一个自焚者他在他的遗言里所表达的，就是要把和平的抗争激烈化那么自焚就是这个激烈化里最激烈的形式，不可能有比这更激烈的。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激烈化，这种自焚它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每一个自焚者基本都能够消息被传出来，都能够得到关注、得到报道就是至少是当局也在这方面感到紧张，所以这会被这些藏人的抗议者认为这是一个唯一到现在为止他们看到的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所以 这种抗议以自焚为主的这样的抗议运动就发展起来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地步。
原来一些人，包括像达赖喇嘛，一些海外的藏人，又一次产生了希望。这种希望就是寄托于习近平上台，寄托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经和达赖喇嘛有过一定的交情，而且被认为他是在中共这些当权人物当中属于比较温和的、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人。但实际上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啊，父亲和儿子并不是一样的，何况父亲到底是怎么样，也不能用仅仅用他个人的经历来说明问题。那包括像习仲勋当年在藏区所做的一些工作，他实质上也是在为共产党在做的，他并没有带有一种超越了这种党派政治的这种立场和感情，他只不过说在策略上、手法上相对温和一些，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那么当然现在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共产党的变化，就是在毛泽东时代以至邓小平时代，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领导人来主导这个党，主导这个权力集团。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共产党的整体的这种变化、自我演变，它已经变成了领导人不再是主导者，而是被主导者，它是由这个权力集团来主导的。它能不能在那个位置上的存在都取决于这个权力集团，就更不要说他是否能够去左右这个权力集团，让这个权力集团服从自己的意愿，这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就 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哪怕习近平心里去想改变一些东西，如果是动到了根本，那么他也一样，他根本是实行不下去的。其实你说像薄熙来的事件，你就可以看到薄熙来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试图超越这个党，他违背这个党的集团的利益，他违背了这个党的规则，所以他会落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么其他的这些领导者，尽管他和薄熙来可能是不一样的啊，方向不一样、路线不一样，但只要他是对这个权力集团是有威胁的，是改变了他们既定的这种既得利益和他们的既定路线，那么他就可能维持不下去。这个是完全是权力的行为，这种权力的行为其他人怎么能够去左右这权力呢？只有当权者他们认识到这样太对他来讲也没有什么好处，对那个这个对方对这个民族的伤害又太深。你像这个藏人进藏需要进藏证明这一点，而汉人可以无所顾忌的大批大批的涌入，那这你想想对这个民族的伤害会多深呢？但是他就能做出这么愚蠢的、这么荒唐的这样的行为来。那么前几天的社科院的那个蓝皮书也是公布了这个最安全的城市是拉萨，那就是汉人的感觉啊，他怎么可能是藏人的感觉？藏人天天面对着那么多枪、那么多兵，他怎么会感觉是安全呢？是最大的恐怖啊！但是你就从这种调查上，拉萨是全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拉萨是整个中国安全感最强的城市，这完全都是汉人的感觉，就是殖民者的角度、殖民者的感觉，而被殖民者、当地的人民，他是完全他们的意志是表达不出来的，或者这种表达也是被忽略的、被有意忽略的。所以当局会不会有调整，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是我是当局啊，我即使就是从我这个统治集团的角度来考虑、统治策略上来考虑，我觉得我也会调整。但是他们竟然就会做到，就是越做越愚蠢、越做越蛮横、越做越后患、埋设的后患，但是他们就这样做下去。我觉得就是一个专制政权最后一定要垮台，他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是这样，他总是会把那个
那种恶果去制造的越来越多，把敌人树立的越来越多，最后导致自己的垮台。这是世界上一切那些专制独裁政权，那些帝国，那些什么，那些什么靠暴政来存在的政权都避免不了的下场，就是因为它具有这样的愚蠢，不可理喻，但是它就是这样的存在。我觉得国际上也就做到这一步了，你不可能指望它做得更多了，因为这是一个经济至上的一个世界，经济人理性是最基本的理性，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它最首要的是为自己国民的利益去着想，它不可能去为一个外部的一个抽，就是形而上的一个问题，或者一个抽象的价值观的问题去做出太本质的牺牲。我觉得像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些民众和政府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我们你像我们是汉人，跟这个藏人是在一块生活，至少是在一个政治体制的框架之下，我们所做的又做了多少呢？那么你说西方民众要做的，当然他们是有比我们更自由的环境，可是他们毕竟是那些事情完全跟他们没关系，他们都能够仅仅出于价值观啊，出于良心，他们就会投身进来。我觉得已经做得相当的可以了。当然，你如果要是严格的去说，他们能不能做更多，做得更多，也许对藏人有更大的帮助。但是你没有这样的要求的理由。达赖喇嘛政府，我认为是现在做的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以往他们所做的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在达赖喇嘛时期所做的是非常有成效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就是那个他们一直在走的一条路，就是通过国际社会的去做国际社会的努力，然后通过国际社会来迫使中国政府来做出一定的让步和改善，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路线。当然这个路线我觉得前面也都是必要的，而且做的是非常有成效。达赖喇嘛把西藏问题整个做的国际化程度可以说基本上是就是没有其他的这个群体可以比相比的。那么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而言，对中国政府所做的这个该做的事情也做到了，我觉得是基本上到了最大的程度。但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不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真正的要做还是应该从藏人自己本身来做。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达赖萨拉流亡西藏方面没有找到一条道路，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最不应该的就是他们现在的新政府新人，就是以现代化的一代年轻的起来来执掌这个领导权的时候，他们没有新路，他们完全是跟着达赖喇嘛去重复，而达赖喇嘛已经把他所能走的做的都已经到了极致了，你不可能比达赖喇嘛做的更好了，连达赖喇嘛都是没有效果的，你又能做出什么呢？所以一定是应该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这条新道路就是立足自己的脚下，用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一直在就是我虽然我不能够说我可以想到什么样的解决之道，但是我至少可以看到我提出一种方式，就是能不能把达赖喇嘛这个整个西藏全面自治高度自治的这样一个宏大目标把它分解开，分解成整个藏区每一个村庄的小的自治，你先去实现每一个村庄的自治，然后当你整个藏区的村庄都能实现自治的时候，那你整个藏地的全面的自治你不就接近了这个目标很多了吗？而小的这个村庄自治是中国的法律
保护的、允许的，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你可以用维权的方式，你完全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之下，你借用中国的法律程序，借用中国的这些这个公共舆论，这个维权权群体这些力量，你都可以借用进来，因为它是合法的，它是有空间的。那你在这里头你去做这个，他就不可能给你扣上政治的帽子啊，不会像以往那样动不动就把你当成分裂分子来打压，你就可能做的空间就大了很多。那么你这样的，而且这样的方式是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参与的。你要一讲就是我们整个民族自治或者是独立，这些就一般的老百姓他参与不上去啊，他怎么参与呢？但是你要说我们把一个村庄我们自治，我们把我们的村庄按照我们的意志来去管理它，那每这个村庄的每一个老百姓都是有发言权的，都是有参与能力的，这样的话就把整个民族都动员起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条道路，而且这做一步就实现一步，我把这个村庄自治实现了，这个权力就等于拿过来了，而不是说像那个说我要整个西藏实现自治，那你就得等着中国政府说我给不给你，那他会给你吗？他当然不会啊。就是你现在当局用的这个行政村自治村，就是那个自然村行政村的这种方式的组织，基本是相当于一个政权的功能，不是一个自治组织。所以在藏区因为它至少到59年以前都还是一个是传统的方式来治理的，所以它比那个内地，我觉得它那个社区保存的功能保存的要完整一些，再加上它有个宗教。所以西藏如果要搞民间自治的话，基层的这种自治开始的话，其实它的基础要比汉地要强很多。当然现在整个藏区也跟汉区一样，就是基层的这个社区都在衰败和死亡当中，都是被政权来控制的。实际上就是如果要搞自治的话，就应该改变这种现象，就是每一个社区总是有自己社区所需要的各种社会需要，包括像藏人的有宗教需要，有传统的节庆日的需要，有乡村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助的需要，从日常生活当中的社区都是需要的，那何况像西藏它有争取自由的这一点。这个争取自由不是说是要政府同意，恰恰就是你上街抗议政府能同意吗？你自焚政府能同意吗？你不是为了表达你争取自由的诉求吗？你现在把争取自由的诉求和你的日常生活的自治管理结合到一块儿，你又不去搞那么激烈的那种带着那么大风险的那种反抗，但同时你扎扎实实的变成日常的行为，日常的自治，你也不去提大的口号，你就是我把我们的村子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去治理去管理。但是你很多个村子都这样的话，那你就不就是已经就走向了很实质性的一个很大一步了。当然这非常的困难，就是我觉得谁去帮他们做，首先是自己，然后海外的西藏流亡这个团体他们也能做的事情很多，因为他是有空间有自由有研究能力有一定的这个经济基础，也有团队有组织啊，他们可以去做试验，去比如模拟境内村庄，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这个自治，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自治手册，藏文的英文的中文的可以发回来，可以甚至 培训一些什么去到那去的喇嘛啊，或者一些那个什么那个青年人啊，教他们怎么样去做，然后回来去给下面去指导，那这应该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那同时我觉得汉地的这些公共就是维权人士也好，公益团体也好，公共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有志于做民间的那些志愿者也好，你就可以除了在汉地去做这些事，你可以到藏地去做，这就把藏地和汉地的那个这种在基层民主和维权这个
层面就融为一体了，变成共同的一个联盟，共同的争取一种进步吧，一种解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藏汉之间的这种相互理解，相互的也会增强，那个隔阂和敌对会得到弥补。那么将来一旦中国转型实现了的时候，如何在民主的基础上解决这个民族问题、西藏问题，也做了很好的铺垫。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对于汉人大众来讲，就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啊，因为严密的这种信息的封锁。对于知识分子，我觉得有一些人是有能力来得到一些信息的，但是并没有表达出应该有的这样的关注。我个人也参加几个，汉人知识分子的邮件组。那么在这里面，基本上这个话题是很少有人提到的。那么当然，这里面一方面是我们疏于对其他民族的一种关心，啊，一种感情上的投入。另一方面，当然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确实我觉得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也好，还是一些同情西藏的人也好，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说什么，对自焚这样的一种方式不理解，也会感到不忍目睹，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表态。你如果就只对自焚来表态，你说这是一个不好的方式，那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那么那些自焚者用这样的一种壮烈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民族的这种关注也好，对这个自由的争取也好，他们的牺牲是非常的壮烈的，所以你不能否定，可是你又不能去鼓励这样的方式，你也不可能去说这样的自焚应该越多越好。那么他又和当局的态度又搅在一起，当局又把这种自焚给说成是这个什么迷信也好啊，或者是什么一种被操纵也好啊，或者一种犯罪也好，那么究竟怎么把这分割开，就类似这样的问题就很多。所以怎么样来去突破这个，就是一直在 找这样的方式，到现在也不能说找的成功，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的技术上，在那个通过互联网这种手段是应该能够做到一定程度上的。就比如我现在所设计的这个用 Twitter 的方式建立不同的族群的 Twitter 圈， Twitter 圈推选出的代表再去在另外的这个一个层次的利用 Twitter 手段再进行继续的交流，这样的方式是可以做。但是我现在发现的就是通过现在这种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民族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演变和面对的这种严峻的形势，现在人们就越来越变得没有这种动力。找不到人愿意做这种，就有可能有一天就是他根本就拒绝和你对话了。就包括我这回到那个慕尼黑夏天的时候，我到那个德国去，我到专门到慕尼黑去，想和那个世卫会的那个核心人物就进行一些对话讨论，或者至少见见面，但是人家拒绝。我专程跑去，人家拒绝见面，就是他对我，他们还知道我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应该说是在汉人里头就跟他们走得很近的了。而且我还有这种朋友之间的关系介绍过去，这样他们都会拒绝见面。就是从维吾尔人来讲，他已经变成这样一种态度，就是根本跟你汉人不打任何交道，不管是汉人的政府，还是汉人的知识分子，还是你汉人的民主派，还是汉人的老百姓，就不打交道。就说历史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只要跟汉人打交道，他们就是要上当要吃亏。那么现在就是彻底
切断这种联系，再也不跟你们做任何的对话，也不谈判，也不寄任何希望于汉人方面来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全靠他们自己。所谓的这个自己，就是走的就是利比亚、叙利亚这种模式，就是由强烈的这种矛盾，内部的矛盾激发起来这种大规模的群体抗议，然后招致这种残酷的镇压和流血，然后得到国际社会的这个道义上的支持，一方面得到这个伊斯兰世界的资源人力方面的支持，那么再加上你这个政权这个统治这个集团陷入到一个内外交困的时候，有这么个历史时机，他们就有把握能够最后取得他们的胜利，实现独立。他现在在这方面就把这条基本道路就定在这上，而且他们是有信心的，是觉得这条路是能够走得通的，能够得到那种自由和胜利的那一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绝对不再跟你汉人打交道，因为只要跟你打交道，就受你的行为就受制了，然后最后汉人又来欺骗你，又来把你的胜利果实给拿走了，这就是他们的看法。所以就是族群之间、民族之间怎么能够在民间这个层次进行沟通和交流，特别的重要，但是现在看起来也很困难。但这个如果不做的话，那么有一天当这个爆发，这些一切爆发出来的时候，一定是非常严重的那种流血冲突。就像新疆，你现在都想象得到，将来有一天再爆发的话，那就不是七五的几百人死了，所谓血流成河都是有可能。那么在汉人当中呢，也存在着一种就是灰心丧气，而且也是没有感觉到没有空间，形不成热点，就难以激发人进行热议和讨论的这样的一种局面。所以这个是怎么来突破，我觉得就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方法，就是怎么能够在心理上，能够在这种民族之间的理性上，就是要去想到我们将来必须还是要在一块生活，我们必须要突破从官方政府的角度所制造的民族之间的这样越深越来越深的裂痕，而去能够用我们的力量去弥合它，去慢慢的去治好这个双方的创伤，能够达成互相的理解，能够去拥有共同的未来。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下一步再去继续去努力去做的，当然非常的困难，我自己也经常感到力不从心，经常有的时候也会想到，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正式现实，还是一个就消极的一种失去了信心，但是我有时候会想，就是每个民族的命运或者民族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命定的因素的，这个不是说我们靠个人的努力能够去扭转的，那么我们只能够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至于它的结果是什么，这就是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了。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会陷入到这样的一种想法当中。哎，现在听得见吗？我听得见，你听得见吗？现在可以，对。啊，你那个图像能出来吗？等一下啊，我手机摸了。听得见吗？看得见，可以离你稍微远一点。啊，对对对对对，很好很好。现在可以吗？现在可以。你稍等一下，我给你画，我给你那个发一个图，在这上面给你展示一下。这是一个那个族群对话的一个启动的示意图。啊，
你看下面这个，从左向右下面最下面这些有几个圈 ？H 是汉族嘛？这个 U 是维吾尔族嘛 ？T 是 Tibet 啊，藏族。这个 W 是 West， 就是可以是西方啊，外国啊啊。然后这个中间这个 Y 是那个翻译团队。那个维吾尔下面这个三个三角，一个 H 就是用汉语的 ，U 是用维吾尔语的 ，E 是用这个英语的。那么这个下面维吾尔语下面是没有封底的，是开放的。这个意，哎，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因为维吾尔语是不可能有其他民族的来冒充的，那要有的话也非常有限的，所以它是可以是开放的，啊。然后其他的这个汉语组的或者英语组的都是要需要认证的，然后这个 Tibet 也是同样的这个一种方式，只有汉语这个是可以全部开放的。然后最上面这一层是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二级推号啊，那么就是说什么时候咱们可以再讨论一下怎么样能够再具体的把它启动起来，就按照这种结构用这个推特的这种，现在的这种手段，把它这种结构组织起来，好不好？嗯，行。好的，嗯，好，再见，嗯，再见，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怎么样？哎，好吗？挺好。我昨天推了好多，就是新疆的事儿，在推特上。嗯，就是巴楚的。嗯，我就在那，昨天我就看那个了解过，到底怎么？那个也了解一点。嗯。那个我美国之音那个采访你看了吗？没有。啊，美国之音。我觉得你美国之音那个采访我看了呀。采访你看了吗？看了，你没说太多。我说了。他就用了那么多，但是我说的已经很清楚啊，这个不是公布活动，对，啊，这个说的很清楚。还有一个就是官民冲突，嗯，就是那个社区的人进来要他的家里那个媳那个儿媳妇那个通行证拿掉，然后发生冲突，然后警察来，然后就是这个里面，就是人家不知道，就是枪是发生冲突以后开单，人家听见了枪，然后就后来就发生冲突，然后大家就慌。然后就后来就来了武警来了之后那边再开始着火，然后听到了枪声，然后就那边戒严嘛，但是呢就是所有就是跟阿布迪兹那个人的家族儿孙孩子一个家族的，所有的死者是他的孩子，他的兄弟，一个家庭的，对，一个家族的，所以这个事儿官方的说法不成立，再说人家的家里面是，然后他说是你看那个自治区的那个领导，他那个接受美国人采访的时候他说，哎，本来在家里那么点人，然后那么多人正常吗？我家里也有时候三十来个人，对吗？他那个说法根本不成立，真是吗？对不对？家里面一个是新疆本身现在维吾尔人聚会他很紧张，那么下面呢就在新疆的话你知道就是那种走访，这个原来北京也有社区走访进来你干什么的那个了，这个对吧？别的不说，我家里来的国宝也是走访，我舒服吗？肯定不舒服，是不是？虽然他们的身份不是国宝，但他肯定比国宝粗。那些干部他们干嘛的呀？他们啊，我说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这是聊天。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你们是拍节目啊？啊，有什么有关系吗？跟您？没事，我就问一问。啊，我在这儿来玩的，我看你们这是在拍什么东西。我们在这私聊，你干你的吧，好吧？你是这学校的吗？我来学校玩。玩的啊？不是玩的，就是他们这种人多着呢。咱们要不要换个？走吧，一边走吧，这样走。各项目。那个人好伤啊！上门锁。你觉得是什么人？咱们我估计就是那个学校里面的那些新同学。
我现在这几天试着都要出去了，没人跟着我。你现在还发短信骂他们，他们都不跟着你。他们都不认我，不认我。为啥呢？好奇怪。好奇怪的吧。中华，我们美丽的家，我们梦回家，我们永远的家。我在大中华，我们美丽的家，我们共同的家。就是说，是个人观跟你个人有关系。那从维吾尔在线上也看到，就是你的影响力相当大，在维吾尔当中，被维吾尔人誉为是维吾尔人的良心。但是呢，就是从你个人的利益上来看的话，就是这几年其实是跌宕起伏，就是从个人的，你曾经就是都成为是都北京城里面最富有的维吾尔人，现在到有这种说法说到最贫穷的之一，这样的那个这么一个起落特别大，对于个人来说，这样这个在经济上，另外从个人的政治上安全上呀，你现在都面临特别危险的状况，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怎么想？你应该面对这些问题，因为你应该知道你是这个理念，你是这样的人，你应该能想到的。但是我没有原来没有想那么复杂，我当时知道我肯定遇到一些挫折，甚至想过可能把我判刑10年20年。我认为我有承受力的，因为我刚开始有这个准备，就是一个是什么时候有这个准备？其实网站开始初期，我当时有一种面对，虽然问题想的没那么严重，但越来越2008年有过，去年。对，2008年有过，今年这种预期更强烈。然后起舞的时候，既然点出来，虽然我知道我是他的指控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呢，我就有更那种糟糕的准备，心理准备。但是到目前为止，虽然经历了很多压力，很多磨难，然后说你要包括我的家庭，包括新疆的亲人朋友。已经在生活层面工作都影响了，对吧？现在我们是从这个月开始就靠那个2100块钱吧，靠那个，所以家里我们有标准，比如说这一个礼拜家里就是没有用那个肉，人还没有肉的那些东西，我们用鸡蛋，然后就保证孩子吃鸡蛋吧，就这一个礼拜，然后吃牛奶，然后我们就觉得回到那个新疆的农民的生活，我觉得很正常。我们就用那个茶吃馕，然后有时候就吃一下蔬菜，然后弄一下什么那个大豆菜呀、白菜呀、凉菜，然后土豆丝啊，
啊，然后有时候也觉得不行，有营养，吃点鸡蛋，用鸡蛋炒菜嘛，对吧？比如说今天做的抓饭，因为昨天我买肉了，昨天，我们这个月我们看到了还没付，水费就是551块钱。然后那个孩子他妈昨天还问我，我说你别担心，昨天我晚上借了1000块钱，政府这一块我也有心理准备，这个钱没有了，对吧？然后那个这个月底就是我们过完国班节，我孩子的妈她回到新疆，然后她不花钱嘛，就是在家里，对吧？然后他就昨天告诉我他还有4万块钱私房钱，原来我给的，然后甚至是原来我婚姻的时候给的一些聘礼家人给他的钱，嗯，然后我有一些首饰玉镯呀玉石啊，我还有一车，对吧？所以我也准备把车卖掉最近，嗯，然后存到孩子的账户让我女儿上学用，嗯嗯，我跟我女儿也谈了，毕竟15岁嘛，而且她知道很多问题，比一般的孩子成熟啊。而且我认为，一个民族某一个阶段，这个并且这个国家的环境以言论获罪，因为搬了媒体获罪，因为说真话获罪，对不对？我愿意，我觉得是很荣耀的事情，对吧？嗯。而且真的那个时候出现的话，我以前就说过。用我卑微的生命呼唤自由，这是幸福的事情，骄傲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个不应该是很痛苦的。短期啊，一听的时候可能紧张，我有过，但我觉得这可能持续几分钟，甚至可能是几个小时。我唯一的牵挂就是母亲和孩子嘛。要是判死刑，我有心理准备。这个也许我们民族的人付出的代价吧，对吧？我一定还不付出代价的话，可能虽然把我送进去，可能更多的引起对我本民族的关注，可能引起更多的思考，可能引起包括本民族内部还外面的，更何况现在很多汉人，很多外国的朋友，很多不同的民族的朋友知道我，而且知道我的理念，我不是暴力的，我没有违法的任何事情，只不过我真的努力想发表一些声音，努力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一些情况，虽然我们做的不好，那么还有一个，我认为我不在的话，比如在线可能搞得更好，将来很多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我相信你们的良知。但有人说我是维吾尔的良知，我不够格，我希望成为维吾尔的良知在我身上体现，像很多人的身上体现，我尽量成为良知的人，对民族良知的人，要成为一个民族良知很骄傲的人，我是很幸运的呀，想法对不对？我很骄傲，我真的做到了，而且我自己也想，我有生之年要创造出某种理论或者是模式，维吾尔和平的争取自己的权利，一种抗争的模式，对不对？而且能够取得主流社会的认同，我觉得死了很幸福的，对不对？我不喜欢暴力，我不会提倡暴力。嗯。我并不认为汉民族是我们敌人。哪怕在这两个民族仇恨仇杀发生的时候，甚至发生民族屠杀的时候，我也会呼吁汉民族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我也会说出我们应该成为你们的朋友，不是敌人。那么，但是这个国家什么事都会发生，对，所以呢，你都会随时有准备。你没有想过的很惨的事情在你的家庭你的身上，我也有一个疑虑，把我污名化，到时候比如说我买白帆，说我买武器，我是组织过暴力，我是东普空疯子，他甚至他去过拉登的基地，他是拉登的人，他是美国的特务，他是日比亚的人，他是维护的中国的什么，对吧？我不知道，反正各种的东西
所以呢，就是很多东西无所谓，应该勇敢的面对，对吧？勇敢的面对。当然呢，我是很希望到处一个是依法处理，这是一；二，就是很希望，因为我不要影响汉民族之间发生仇恨的事情。当然呢，我也不希望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声音，汉的声音，理性的声音，对不对？这是我对汉民族的期望，对我民族的期望，对两者的期望。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很希望哪怕要出现死亡的时间，把我埋在新疆，就是维吾尔的家园，哪怕是冰山上，哪怕在沙漠还是路边，对吧？哪怕我希望我不要我的遗体留在新疆之外的地区。然后最担心就是孩子吧，对吧？我怕他们遭到破坏，因为他们已经遭到破坏。为什么？他没有学校上，对吧？旁听生，我怕哎，那时候旁听生都没有了，那时候小孩很茫然，不知道。我相信我女儿的良知，她你不一样，她说出我影响很大，我相信她的良知，她会成为一个有道德、爱这个民族、爱人的人，对吧？但我就担心他早早不还，然后还有一个担心现在的这个有孩子了，对吧？然后他是没有工作，将来回新疆不可能有工作，就是我将来的孩子，我妈妈也老了，我就担心我将来两个孩子。但可能很残忍的，虽然担心，明白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许能付，就是没有办法付出的代价吧。虽然你不愿意，对吧？但我现在想，我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有各种各样的预感，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个国家真的吧没有危害性的，我真能成这样，有时候也怀疑，明白吧？但是现在我得到的信息啊，预感，对吧？是那样。然后我就考虑到，我想，哎，生存下去，生存，然后才能给自己民族做事，对吧？忍气吞声，这东西，是不是？所以说有些感觉，哎，这样，对吧？什么时候能发生？但又觉得想一说不可能吧，也不可能那么卑鄙，再卑鄙不能那样吧？还是一种人家说是我是幻想吧，对政府，我还认为哎，他在改变啊，有些东西，并且北京跟新疆不一样，对不对？北京的。